弟子，近日悉心取回归，并登上了电台节目做客。当天主持人大赞 A 弟子在舞台上的表现非常亮眼，舞蹈编排也很精心。成员洪中谦虚地表示，无论当天情况如何，他们都会尽全力演出。随后成员崔散提到了关于他的中指手套争议，对此他解释道，这件事完全是个误会，该手套是舞台表演时的服装，但是因为只有两个指套，分别套住拇指和食指，所以在他比出 V 的手势时，食指有时候会看不见，导致他看起来像是在比中指。他澄清自己并没有骂人的意思，也真的觉得很抱歉，但如果粉丝觉得某一天过得非常糟心，可以对他竖个中指，搞笑的建议笑翻全场。崔散真的既可爱又好笑呢。